好，这段时间我有位同事啊，他在家里自己试着做这种腌的酸豇豆，特别好吃。最后吃来吃去，我就忘了世界上还有可以新鲜的吃的豇豆这一说了。想到豇豆就想到腌豇豆、酸豇豆。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说，肯定还是新鲜豇豆吃起来更好一点。但是新鲜豇豆怎么才能做得特别好吃？这个就要请教一下唐奇平师傅了。豇豆是夏天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蔬菜，因为它可以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。今天唐西鹏师傅要教大家做一道美味长豆角，到底有多美味，您看了就知道了。需要准备的主料有豇豆，辅料有五花肉、美人椒，调料有姜片、蒜片、香葱段等。你看我们从市场买这个豇豆的时候，豇豆的时候一定选这种颜色比较均匀、比较绿，然后呢我们要手感摸一摸啊，有一定的硬度，这样之后这个豇豆呢比较嫩。好，最简单方法还可以掰开你看一看，是吧，里头没有什么，里头基本没有什么那个籽儿啊，没有这豆，说明选嫩一点，说明这个豇豆啊真的很嫩。那么这个豇豆不管你拌着吃还是炒着吃还是做馅儿都可以。豇豆一般也就是切段切粒儿，基本上你说的都对，对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就给它切成段，我们便于食用。你像我们正常的段就可以了，便于食用可以了。这么长啊？这叫长豆角，长豆角嘛，我们一定叫美味长豆角。对，我们一定有这感觉哈。这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放了这么一块很好的五花肉。唐师傅说这是一块很好的五花肉。对，五花三层，你看了吗？怎么个好法？五花三层。一二三四五。是这个五花吗？那五花三层，可以这么数，也可以这么叫，就是一层肥的，一层瘦的，一层肥的，一层瘦的。所以这种肉吃起来口感是非常软糯咸香的，它肉质比较嫩，吃起来不柴。那这个算上好的五花肉？对，上好的五花肉。不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呢，那层次没这么清晰的。没这么清晰，而且它一般的这个肥的比较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用上好的五花肉啊做这道菜。我们现在给它切成稍微厚点片，看了吗？对，因为豇豆是炒长的这么一段，所以它肯定不能是沫儿，也不能是丁，对，只能是细条。没错，豇豆角在这么一道完全可以。一是呢，便于食用吃起来。一是我们煸的时候呢，它这个五花肉中的油啊，能及时的煸出去，溶解到锅里，那么这个油就可以吸附到这个长豆角上，所以啊，这豆角吃起来又油亮而且又香又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你看。所有的原材料啊都准备齐了，这时候呢，也不复杂喽。豇豆、五花肉、葱姜蒜、美人椒，没错。这是我们开始炒了。豇豆不需要任何预制的过程。这个豇豆啊，肯定要预制一下，为什么呢？为了保证这个成熟的速度快，而且呢里外一致呢，我们也要用水给它烫一下、焯一下。同样，我们要把这水里加一点盐。又来了，又是这个窍门，还要加点油。来，放一点油。这样可以保证蔬菜做出来以后颜色鲜嫩，而且还翠绿，而且还不流失营养。对，营养流失的很少。现在你看水开了，我们把它放进去，它一开锅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颜色果然变得好漂亮。所以我为什么讲呢，其实这点油和这点盐一点没有浪费。相反呢，让我们菜肴呢感觉到色彩更艳丽，营养呢觉得很充分。要想吃到美味新鲜的豇豆，首先在挑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颜色翠绿、有一定硬度的。另外用手掐一下，如果很容易折断，而且里面没有长出豆，则说明比较鲜嫩。另外焯豇豆也有讲究，水中放入盐和少许的色拉油，水开之后再放入。切记豇豆焯烫的时间不宜过长，等水开了就立刻捞出，这样它颜色漂亮，口感脆爽，而且营养不易流失。好了，锅烧热了啊，我们倒入适量的油，我们开始把肉放里面。现在要煸五花肉了。对，要煸制。这五花肉煸到什么份呢？要把它水气啊完全煸出去。这样吃起来呢，这个口感呢比较焦香。你看我在这煸肉的过程当中呢，它的肉中的水气在挥发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把肉中的一些腥味啊带走。然后我们再加入料酒一会儿哈，再加入我们这些调味品呢，这肉炒出来非常香。你看雪纯，这肉煸到这个时候恰到好处。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味料，对，葱姜蒜美人椒全部都可以下了，一起下。这葱，这小葱段啊要后下。小葱段一下入料就熟了，是吧？而且还会变颜色，如果早下。现在呢，你看啊，我们把这个
炒香，再加入酱油，加小勺，然后呢料酒，来三勺，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炒匀，很漂亮了，对吧？肉菜的这一部分也很漂亮。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下小葱了，然后呢这时候放长豆角，一气呵成。对，这个过程啊慢慢煸制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把这个长豆角的水气也要煸出去。煸制的意思就是说要开着锅盖不停地让这个水气散发掉，没错没错，然后要一直在不停地用木铲扒了它，没错。你看我们这么把它水分全部都煸出去，这时候呢我们放入蚝油，这时候放蚝油啊，这要放一勺蚝油，对对，然后放一点鸡粉。现在这个豇豆的绿颜色可真是让我都忘了这个是豇豆了，看上去就像那种特别新鲜的蒜苗一样。这时候呢你看我们菜基本就做好了，嗯，但是这里头还缺最后的一个工序啊，看了吗？我们就是这叫拍蒜，嗯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拍蒜，嗯，这个叫压蒜，你这个就拍了，嗯，这拍蒜啊，嗯，一定记得这个菜要放这个拍蒜过一下，这时候把这蒜再放到锅里。哦，已经关火了以后再加拍好的蒜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稍微的拌一拌，借着锅里的热气，对，稍微的拌一拌，这个菜这就叫炒好了。美味长豆角就这样新鲜出炉了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制作方法。第一，水中放入盐和少许的色拉油，开水下锅焯烫豇豆，之后捞出备用。第二，热锅凉油，煸五花肉条，将水分煸出一部分之后，下入姜片、蒜片和美人椒圈，放酱油、料酒和小香葱调味，之后放入长豆角，翻炒均匀，调入蚝油、鸡粉，出锅前放入蒜末即可。我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说实话没觉得它脆，但是一嚼进去以后，它脆了，果然还是脆的。这个口感确实挺棒的。今天我觉得其实唐师傅说的这一点让我印象最深，就是我们吃菜的时候要慢慢的品。你像这个豆角，故意把它切长一点，就是为了让你吃这个美味的过程。对，其实我们吃菜的时候呢，感觉是最好的，是吧？那么吃这长豆角呢，当然你这么一点点送到嘴里的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有种奇妙的感觉。哎呀，你的味蕾在召唤你，我要想吃第二份。味蕾在召唤我，味蕾这个就像味蕾在召唤我，这个就像放慢动作一样。如果你看切这么短，一口就吃进去，没错，切长一点就可以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，这种感觉非常。嗯，那么你现在呢，在吃了一根长豆角之后，你再找块肉吃，那种感觉你尝一尝。这个是唐师傅让我吃的啊，必须要吃的。那您帮我找一块，您觉得每一块都非常好，你看吧，颜色啊。焦黄，吃起来绝对非常香，一点都不会腻。在把这块肉送到嘴里之前，我要说大家回家尝试一下做这道菜，然后成功还是不成功，无论如何要通过微博和我们的网页跟唐师傅互动一下。现在我要吃肉了。